明星追梦无极限，疯狂想象干母鸭。班上呢，50个人有49个人写太空人。哎，最近人家上太空了，不是太空人也上太空。没错，轻棒、轻哨棒、哨棒，你看都可以打，我都不能打。对，那时候只要我爸爸一个观念一改变，我现在就是曾经疯，曾经疯狂，曾经疯狂，曾经疯狂过。看完《黄金岁月》之后，请继续收看《真心吴亚博》。以上节目由鲜一杯国宝茶冠名赞助播出。